看。我直接原地躺下。那跟刚刚那个手扶梯一样。完美。原来他也是走错方向。他其实也只是累。他刚刚大雨，他刚刚大雨警报说不要去山上，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去山上，太棒了，太开心了，等下就可以冲浪下来。哇，是医院耶，我们要去医院了，太开心了吧？